月姐姐，我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落脚，等风雪停歇后再上山。对了，晴妹，你师父派你出来，是想了解修吾的事吗？嗯，是的。月姐姐会不会怪我？修大哥的事怕是要保密，我却来打探。人界出现神族，是何等大事！ 真人从大局着想，进行查证是应该的。当然是帮月姐姐找冰仙兽，是我自愿的。所以啊，我还要感谢你师父把你派过来呢。暖暖身子。店家，这风雪何时能停啊？哎呦，这得看山神的心情了。估摸着一时半会儿停不了。 山神，店家，我们初到贵地，想往山上裂峰谷一探，您知道路怎么走吗？哎呦，这个季节那裂峰谷从来没人敢进去，客官你们要去做啥呀？啊，我们确有要事，还请您为我们指路。好吧，等风雪停了，出了客栈往山上走就能看到了。 据说裂峰谷深处有一座冰晶窟，山神就住在里头。哎，你们可千万不要靠近啊，以免冒犯了山神。店家，能向您请教山神的事吗？啊，那是我们长白山的守护神，现在各地凶兽闹得那么厉害，可从来没在这儿附近惹事儿，都是多亏了有他镇着。百年前啊，根据一位永姓偶遇山神的猎户所述。 当地百姓还请画匠绘制了山神画像呢。我们这一带家家户户都张贴山神画像，有他庇佑，我们这才能这么平安。哎，小店墙上也贴着呢。哎，误会，手了，亮亮亮亮！画像和仙兽志上描述的形象十分吻合，莫非就是他？ 外面风雪不知何时停歇，先去找掌柜要个房间休息吧。房间可以休息吗？真对不住，这大风雪天啊，本来要上山的人都走不了了，都住下了。还有一批贵客早将剩下的房间预定了。要不三位客官先找个位子休息会儿，大老远的赶路也不容易。那么。 给我们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。好嘞，二楼还有雅座，三位客官请。哎呀，外面天寒地冻的，客官再来点什么，暖暖身体。我要疙瘩汤。师弟，你呢？都可。给我们来三份疙瘩汤。客人要吃点啥？你这么好，这里来往客商多，山东猎户都在这里歇脚，收集信息什么的也很方便呢。 这位自称山神的灵兽，应该就是冰仙兽。此仙灵兽能与凶兽抗衡，其实力必不亚于西区之流。根据仙兽志记载，此仙兽乃天地寒冰之气而生，已有数千年修为，人世间罕见。它会是月姐姐先祖的那只仙兽吗？ 虚见了方知。那明树门的那只冰仙兽是什么样的？先祖和冰仙兽相处近百年，依靠与他共修，成为祖师爷之后最有望成仙的人。可惜不知何故，先祖终究没有成仙。他去世之后，冰仙兽就不知所踪了。明树门的藏书记载。 因为先祖过世，冰仙兽伤心过度，不愿在留在明树门触景生情，因此深藏荒山，避世而居。真感人。如果他真的是那只仙兽，这次也一定会照拂你吧。但愿如此。各位客官，外面风雪停了，雪停了，下山了。走吧，对。
我们走吧。整个身子都暖洋洋的呢，晴妹推荐的果然不错。叶姐姐喜欢就好。以前来这里的时候，没感觉到这么冷啊。难道是因为我习惯了南方的气候？我说别用剑吃我。为何跟踪我们？不是跟着你，是跟着他。小青，救命啊。阿友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先救救我，这位兄弟凶得很。又是你，他不是敌人，放开吧。这么巧，你也到这里来了。我来找你啊。我是来办正事的，不能陪你玩。我也有正事要办啊。你好不容易独自下山一回，我想着没人能拦我借你。还有我，三游，你平时去仙侠派瞎胡闹也就算了，这次我们有要事在身，你可不许添乱。月姑娘，你就不能放过我？哎呀，阿尤，你快回去吧，让师父知道你私下找我的话又会生气的。哎，对了，这么远的地方你是怎么跟来的？我那什么，又开始飘雪了，我们先赶路吧，万一暴风雪再来，不知道又要等多久。三尤，我劝你还是……人呢？算了，走吧。这就走？那阿尤？他一向神出鬼没的，用不着担心他。好吧。离谱！要是让真人和你师姐们知道，他少不了又有苦头吃。我们都拿阿尤没办法。好机会，哪里去了？我不是阿尤，我是山神。乱讲，山神是只大老虎。冰仙兽就在前面了，可这里被极强的法阵封住了去路。退后。师弟，先停一下吧。看来破这个法阵需要针对其弱点，否则再大的力量也是徒劳。可有办法破除？这冰封阵应是依托于源源不断的寒冰之气，因此无论怎么破坏都能迅速复原。冰属水，风雷水火土，雷克水，如果用足够强的雷灵之力击之，应该可以减缓缺口复原的速度。晴妹，我让巧灵施以雷术，你用雷灵符一起注入师弟剑中。师弟，你准备破开法阵。好。月姐姐，我雷灵符准备的不多，大概只能有一次机会，准备开始的话就告诉我。趁现在，快！
谢谢月姐姐。这地面很滑，你小心。金生，有危险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怎么难控啊？哦哟，结束了，安全了吗？敌袭凛冽不散，应已发现我们，谨慎前进吧。快就结束了，晴妹，你竟然不害怕？怎么会？我从小就喜欢在冰面上玩，真想再来一次呢。晴妹真是厉害，我刚才心都快跳出来了。要再用一次雷灵之力吗？不用的，冰壁附近有冰晶矿堆，可以请秀大哥催动散落在周围的小矿石，使其撞击矿堆，矿石中的灵力会在剧烈作用下释放，从而炸开冰壁。好。最后有天光照进来了，我还以为是山洞里结的冰，没想到这整个洞窟都是冰雪所造。哦，好，走吧，有敌人。
这边一个观景台，这里小雪人。